山神，我山本此次不辞，被朕废立。四方蛮夷如敢再犯，皇帝公，你启用绝情表意。云龙军集结，回南域。老太君，贵客闹海不废禅，入云六年你更废物了。老太君，和我们合作，四大家族。 考虑的如何了？能和山本集团合作，我们林氏就是走向世界了。来，快请山本先生过座。山本先生，若兰小姐，真是国色天香啊！不成？你什么意思？给山本先生放箭！他也配？忠心，给山本先生跪下赔罪，否则终身无家。 江南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岂跪这土鸡瓦狗之辈，同他合作，如同同体，我战神之令吗？你也配提战神？山本是佛境财团，有他相护，战神又如何？五六十六六，如此缠上内下，面如囚龙，真如断金之血在此，殷皇辈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赘婿，你找死！赘婿。 这是商展，没有引龙君，明年就是你的忌日。引龙上将徐虎，难道？拜见战神，引龙军十万兄弟，一集结，请战神下令。完了，你竟然是战神！抖音。